老婆，你怎么跑原地摘菜啊？哎呀，你小点声，不让人家听到啊。我爷家店里不是有菜吗？我今天想吃这个菜，那店里没有啊。哎，那我来帮你摘，别让人家看到了，快点。来笑。老公，我逗你的，我跟刚那个种菜的大爷说好了，等一下我摘多少菜给他算钱的。哎，吓我一跳。那你赶紧摘完自己回去了。嗯。星星排列成你的面容，原来像你一天已无风。走，行吧，那你先上厕所去啊。哎，等，这边。哎呦呦呦呦，嘿，好了。别走，这边。走，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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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把我拽倒了。哎呀，到家了。哎，六个你我都累死了，别动。你做饭慢点做，我先去把黄色玻璃换一下。你换房子过年很久了吗？先吃完饭再去啊，晚上再做好啊。啊，那你就快点做。嗯。哎，馒头过来哟、哦。早起是有点事，起去过来吃点不？吃点龙饭。没那哈。二媳妇。哎，婆婆过来啦。哎，这么晚才做饭呢？对啊，我们吃的比较晚。哦。哎，妈，你别干了，吃饭呗。我早就吃完饭，还等你用你各种干。你想跑出来？一束花可以是美隐藏，一夜落满一世纪尘不染，一生不肯被人心肠一片。老公，吃饭啦！啊，来了。然后今天有大闸蟹吃啊？对啊，我特地给你买的呀、啊。你吃两个，我吃两个，还有一个宝宝。那、啊、中间这个大的留给宝宝吃。嗯。哎，你吃。那行。快点吃一个，然后就不好吃。然后等一下吃完饭，我跟你一起去看玻璃啊。看玻璃，你跟我去看。我在家也没有事啊，然后我们换完玻璃就可以去接宝宝啦。那跟我去吧。嗯。